喂，测试声音画面有冇问题？今日系光纤，今日呢个系几号啊？3月2013年3月15号系一个要值得纪念嘅日子，因为咧达叔咧就话说，寻日就成日咧就潜喺水底度铺咗喺嗰个啊咩啊大西洋海脊啊太平洋海脊嗰度铺电缆啊，徒手潜入去。潜入水底几百米啊，氧气樽都冇带啊！你点睇？梗系铺好晒，今日系咪顺畅好多？我哋姑且睇睇啦，吓顺啊 ！PCCW 好顺，咩关我咩事啊？关我咩事？你今日睇 JTV？我已经见到人哋嗰啲 Facebook 好多人话咩唔该晒，多谢达叔，好似嗰啲多谢咸蛋超人咁啊，多谢达叔又成功维护和平，好似行运超人你咪睇。旧时咧行运超人咧就一定系咁嘅，即系每打完一关咧，即系打完一个外星人咧，啊，嗰啲友就会围观就哦唔该晒你啊，辛苦晒你啦，行运超人啊咁样啊嘛，啊，佢话虽然你咩都冇做过，佢啊成日咁样喺度屈，佢话虽然你睇落去好似咩都冇做过，但系多谢你。啊！因为行运超人成乜都唔使做，嗰啲外星人自己怼死咗自己啊嘛，最后死喺佢，即系死永远都系死喺自己手或者外人自首嗰度啊嘛。行运超人就唔使出招啊！啊？点啊？而家系咪好顺畅？有冇咩问题？金三顺，我哋而家足球都未试到字啊！一阵咧，我哋喺罗拉，我哋玩盗墓者罗兰嘅时候咧，啊，我哋睇睇，且看。是咪一样咁顺畅？好嘛，顺到核爆，系啊！但系早机人系连 FIFA 都叻嘅，的而且确，如果系咁，已经系一大进步。因为呢个电缆系经达叔处理啊，啊，佢用达叔嗰个钢炼成嘅啊。我喺水底度挖咗个炼成阵啊，成个地球咁大啊！我差啲可以整嗰啲贤者之石炼出嚟，但我冇咁做，我就走去炼嗰啲钢缆出嚟。啊 ，fans tens 唔使客气，陈启泰，大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啊嘛，吓梗嘅呢啲冇关系嘅，呢啲我预咗一定系要咁样嘅，啊，唔使嗰个，我呢个系私恩莫忘报啊，唔需要刻意嚟同我讲多谢，我呢系我份内事，啊。好点啊？睇下先啊！今日咧一定要难得啊，开好电缆一定要嚼入去啦吓，赢我啊！信啦、啊，乘风破浪。话时话咁咧，嗰日咧我啊，今日咧我啊睇翻 PCC 执嗰个 Facebook fan page 咧，我都真系啊，黐线！嗰个你系起码我谂下先，有我谂有成三四十个留言系投诉啊！佢每次咧佢哋都系答同一个。佢有兩個嘅，即係佢個客户主任有一個男一個女，我好記得佢就話咩、一個就話咩多，總之佢嘅內容咧永遠都係咁咩，多謝你提供嗰個咩咩投訴，我哋會即刻跟進。哇！斬埋入呢個哇，會唔會俾得太靚啲啲？呢球我都交足功課啊，過啱啱好過人頭，跟住啲咧亦都咧不負所託啊，整個啊半車身窩裏嘅倒掛，跟住咧就可惜啊，俾龍門撲到再嚟對面啊啊！你见到达叔整电缆嗰阵时啊，食烟啊！我喺水底点样食烟啊？吓水中呼吸气定咩啊？恶魔性啊？点样我喺水中咁样吸嗰啲烟草系点样点着？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吓、啊、你嘅新技能，高僆仔新技能喺水底一路潜水一路食烟系点样吓、啊？好啊，教我系咩？系新嘅化学方式嘅定点样啊？吓水底可以燃点咩火？啊，系喎、哦！嗰阵时咩日本有个新嘅技术啊，咩喺咩冰咩地底咩海底嗰啲冰咧，咩可燃冰提炼咗出嚟，会有啲咩天然气之如此类咧，就可以咩咩系嘛炼出嚟。哎呀，呢啲啊想比落去啦，达叔亦都走紧位，好有默契噶，可惜啊，对面先拦截吓，海底可燃冰啊，点解喺水度一路点烟？有冇人教教我？好嚟啦，对面斩过嚟先。好嚟啦，
你有冇记得咧？哇！我今日咧喺 Facebook 咧睇到有位兄弟啊 post 个新闻俾我睇，佢话咩有个巴塞中东啊，有个巴塞嘅球迷咧唔知点样攞刀啊，站咧同嗰个朋友，佢朋友系皇马球迷嚟，发生争执，之后就咩攞刀定咩斩死咗嗰个皇马嗰个球迷啊！我想知道有咩好争执，黐线！联赛一路联赛系 lift 紧佢啊！最近巴塞又赢波。在主场大即系个4-0，系嘛士气大振，有咩好嬲？我唔知佢点解争执咩？有咩好争执啊？吓、啊，完全系只嘢对波赢紧，点解咁快乐仲可以？系啦，点啊？大叔掉落去，可惜啊！生日快乐啊，伊高靓啊！但国无所不能，海底食烟又如何？呢、這个系违反自己道理啊嘛！正如你呢啲咧讲呢啲话，大叔虽然无所不能，但你话好似你讲啊，你讲咩要一个大力士咁啊抱起自己呢啲系冇可能做到嘛啊！正如你哋成咩高登仔，你哋有篇潮文嚟讲咩攞左脚唔知咩搭右脚借力系咁跳就可以学咩梯云仲咩飞上天嘛啊！呢啲根本系冇可能，好俾翻落去先，好啦，自己关落去，太靓，大叔呢球助攻，故意。唔贪功啦，啊！虽然好靓位置，好妙传俾可乐，可乐不负所托啦，喺中间就硬 ban 落去，会唔会太劲？吓、啊、咩？我有电波真系黐线喎！边个俾落去？我喺嗰个禁区顶嗰个横传拨横，咪喺度扮要呢、這个吓佯装咧，要射门，继续带波盘球咧，然后射门，之后我故意啦，吸翻过嚟中间。好，好小心啊！龙门扑过去，系啦，好啦，想比上去，可惜系比唔到啊！好鬼顺啊 ！P C C 搭，唔使多谢，唔使多谢啊！呢啲大家嘅功劳，我先至可以入下，我系全靠你哋 complain 完，我先可以咁样喺公司嗰日，我都要攞一日假嘛！我话成哥派我落去，佢话呢个搞唔掂。成哥打个电话嚟，佢话达仔啊，搞唔掂啊！话呢个起工程师话要整嘅话都要整几日啦。我话你可唔可以出山帮手啊？佢话感觉，唉，我话见系你啦，我话成哥，我话同你啊，大家都几百岁人啦，冇咩所谓啦。讲真，我话同佢讲，我睇下先啊，讲埋呢球，对点啊，想射可惜啊，俾人拦到。我话同成哥讲，大家都几十岁人啦，算啦，唉，我话帮你一次啦，我话你同我公司写翻咯，因为我今日要吓。啊唔收成啦，唔收割啦！我话你同我个农庄讲声啊，你话一定要俾达仔休一日假嘅，你系咁讲，我 OK， 咁我就去帮你搞啦，我即刻落水底我话，佢话我唔该晒你，喺于是就即刻派我落去，啊，即刻好似嗰啲 Alpha 定咩咁样，即系成个仓咁样掉我入海底咁样喺度做，我俾落去，其实呢啲想再俾啊，可惜啊，俾人拦到，咁啊呢个咧又分享一单有趣新闻先啦，咁啊有个咧。吓、啊，你等先啦，讲埋啲球先啦，有个攻势睇睇点，里面吸到过嚟，哇，左吸右吸，粉红衫，啊，迷人 Pink Lady， 啊，双脚都好性感喎、啊，系咁拨嚟拨去，但系咧未能够啊入到射，好啦，射唔射？应该冇啦，哎呀，哇，好险啊，好险啊，哇，俾人咁样撞一撞，争啲啊攞唔到，走埋嚟，顶，冇问题，系，好啦。可以分享新聞啦。話說咧，有個咧印度男人咧就入去呢個理髮店啦嚇，跟住咧佢就居然咧做啲咩事咧，就當眾自宮。佢話一個咧印度嘅45歲嘅男仔啦嚇，佢啊中文譯名咧係啦，可樂想俾可惜俾唔到。咁啊，咁啊45歲嘅男仔叫胡生。咁啊，佢咧有一日咧嚇，咁啊去咗非法鋪諗住咧非法啦，但係突然間咧就攞起非法鋪嘅教錢。在众目睽睽之下咧，就向自己巨龙咧就挥刀一嘢插落去，咁啊，跟住咧所有嘅理发店嗰度咧，非法铺啲人咧都吓到傻咗啦。之后咧，呢个男人咧就即刻送医院咧吓，去急救好，睇睇先啦，大叔一支箭飙埋去啦，攞住波冇问题，再拨横俾到可乐，可乐会唔会再射？可惜啊，想俾落去嘅时候啊，对面啊睇通透啊，一嘢拦住。咁啊，佢即刻送医院啦，咁大镬系嘛？即刻见到你攞教纸咁样啄落去，咁咧跟住而家咧就生命咧就垂危，咁啊同死神啊搏斗紧。咁啊，当地嘅警方咧就指出咧，佢呢个人咧胡生啊，
呢、這个自供嘅印度男子咧，可能有精神病。上月初咧，突然间咧，同咧屋企人咧，完全咧断绝联系啦，啊，失踪。但系而家咧就吓、啊，但系现今咧就好似咧就无啦啦咧，佢话一出现咧，屋企人就揾唔到佢啦。之后一出现咧就去非法铺啊，就自供啊。睇下点睇？点解佢一定要喺非法铺度自供？呢、這个系我唔明白。即系如果佢民生呢、這个。点解佢一定要去嗰、那个吓、啊、非法铺咪攞个教钱吓、啊？你唔觉得奇怪？即系如果佢，我觉得佢系对嗰个非法铺系有啲咩渊源或者点啊？佢拣嗰个地方吓，佢、啊、咪觉得佢有个六根清净？佢系咪认为嗰、那个佢都系一个烦恼根，所以佢决定好嚟啦，俾落去大叔射落去，有冇搞错啊？黑到麦豆咁样，真系黐线嘅！哇，我好歹都整好个电缆啊，大佬都俾我整翻球啱啱咁靓入摄，啲啲都俾得靓啊！一嘢揞个地波啊，就系唔俾阿大叔入得黐孖筋好，少俾落去，啲啲好搞啊！啱啱呢球系可以俾到大叔射，好衰，不过你都靓射得靓 ，OK。你怕我知道我帮你兜，你怕我射不入嘛，你看啱啱阿萧很好聪明，佢吸个位我都知道佢会俾我啦，我都故意走位，我知道佢好人，佢故意会俾我嘅，我走紧空位啦，想俾落去，呢啲一个呢截我壶，一嘢跨落去啊，点睇？好啦，再俾上去，睇睇，睇睇再揞嚟啦，呢啲哎呀想再过啦，过唔到。信过金三顺，点解呢边？我想知呢个信过金三顺系当初系边个讲先？我想知啊，点解你会用呢个金三顺呢个人物？我记得我肯定呢套剧咧，我话俾你听系亚视播嘅呢套韩剧系咩？我老婆系金三顺啊嘛，系嘛？肯定系。点解你会？我想知啊！你哋而家个个喺度讲，系咪你哋好代表你哋好嗰阵时时期啊？好喜欢睇亚视呢个韩剧啊？咁啊，可以解释俾我听，你系点解会知道金三顺？有几多人知道当套用紧呢句句子嘅时候咧，系知道金三顺系咩人，而且喺亚视呢个电视台度播咧？啊，你知啊？真定假噶？叫加油金三顺系咩 ？Sorry， 我记错咗，唔系我老婆系金三顺。好，阿少再吸过嚟。有线播先，我妈有睇金三顺啊，吓、啊、你好系咪好好睇嘅金三顺？你话我嗰阵时一套都冇睇过、啊、一集都冇睇过啊，如果唔系可能系亚视播嗰阵时系咩时间？好似系七点半至八点啊，冚无线嗰啲剧噶嘛，啊，你就系金三顺啊，金三顺系虚拟人物嚟嘅，你点样系？你系嗰个演员定点啊？好嚟啦！我早排咧喺亚信屋咧见到一个叫大长金紫菜，好想买嚟食。梗系啦，紫菜谂住平平地啊，十零廿蚊买咧，接落去靓啊！有冇机会？哎呀，可惜啊，落雨啊，未能够啊，好好控稳啊。大叔啊，亦都即刻俾噶啦，呢球都系第一时间。咁啊，亚信屋咧呢个紫菜咧，大长金紫菜。咁啊，以为紫菜平平地啦，四周紫菜嗰啲咪十零廿蚊都成大包啦，系嘛？咁谂住买啦，一去到睇嗰个价钱牌，一见到阿李英爱啊嘛，大长金啊，特别想买，嗰个样好甜啊！咁啊，谂住去啦，跟住一行埋去睇个价钱牌，黐孖筋，唔知五啊几蚊细细包啊，好鬼贵啊！嗰啲系睇落去咧，虽然咧个价钱好贵，但系包装咧就其实咧就唔系几靓嘅，有少少笔。系咪咧？好老土、好旧嗰啲颜色。嗰时我都由即系如果佢包装靓啲咧，大叔都应该即刻拍落去就即刻卖啦，即卖即磅水。但系就见到个包装咁咧，虽然有啊李英爱印喺面，我都冇买到啊。佢咧系啊最有趣咧，佢写咧韩国制造，但系咧佢系写中文嘅，所以我都好怀疑究竟系咪真系韩国整，所以我冇买到吓。啊你有冇睇？你有冇见过呢包紫菜啊？有冇即刻？你有冇买过？有冇买过呢包紫菜嚟食？有咩味道啊？你英爱味啊？定咩味啊？好阿萧靓，见到大叔走位，即刻冲落去，接落去，有机会作攻，哎呀，争少少呢球。
韩国做，香港包装。咁你嗰啲紫菜唔使包住运过嚟，咪污糟邋遢喺度吓？你嗰啲紫菜整干啊嘛，系嘛？点样系咩？我昨天同上次那個韓妹呢同學家吃飯之後呢成功表白了，可不可以恭喜恭喜你啊？你那個韓妹是似什麼，可不可以講一下給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懸崖什麼樣子，是冤啊還是允兒還是你英愛啊？可不可以這位兄弟可不可以講講，相信很多兄弟都流口水羨慕你的了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韓國女性有咩性格啊？俾大家參詳一下啊！等啊等，好啊，等兄弟咧比較一下，第時追邊個國籍嘅女性啊？亞洲有香港啊、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啊、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好多等等等等啊嘛！啊，而家我哋阿叔啊，啊叫呢個兄弟講講，睇下咧。啊！你会点样拣边个？日本樱花面包，我今日睇过，有张相核突到黐线，一咬落去，佢特登整到嗰啲好鬼猥琐嗰啲耳人嗰啲图啊嘛，一睇落去我话即刻黐线，我几惊公司后面有啲同事啊之如此类见到，啊啲秘书姐姐见到我一世英名尽丧，我啊以为人哋我谂住睇啲樱嗰啲面包。我谂住本身咧，又好似睇呢啲咩咖喱汉堡嗰啲核突嘢，谂住笑一下咁啊算啊嘛。跟住点知一睇落去，我完全就一啲幽默感都冇，系完全觉得系啊唔系几好嘅。一见到都觉得啊都唔够胆买六合彩呢排，惊费时嘥嚟，应该肯定系冇运行啊！睇到呢啲咁嘅相，呢照片即刻唔卖吓。啊你哋系咪好想食啊？有啲又话有啲。我睇有啲留言好變態啊！好斬埋先，佢咩高登仔即刻會可能咩買嚟打釘啊？乜鬼嘢好變態，黐線，完全係癲啊！嗰幅圖睇完係覺得極想嘔吐嗰啲。啊係喎，講開啲嘔吐嘢，我啱啱醒起有單新聞，唔知有冇大家，我冇同大家分享過，咪一個好出名嘅短片叫《兩女一杯》嘅，因為我都有睇過。我话说咧，唔知之前咧有单新闻系有个兄弟同我讲啊 ，PM 我话有个人咧就佢话拍两女一杯嗰个导演咧就唔知俾人踢爆咗，即系嗰个人知道咗嗰啲法官咧啊法庭啊知道咗系边个人拍嘅，边个做导演，即系个导演咧就俾人拉咗，俾人告啊嘛，话咩拍埋呢啲嘢好呕心咩咩，完全系影响人类定咩玷污人类思想类似咁嘅咁啊，我唔系好记得个判词啊。因為我不是很記得那個新聞、啊、但總之肯定是這樣的。於是乎那個人就好像立刻被人監禁還是什麼東西，那個導演你有沒有看過這段新聞、啊、兩女一杯、啊、什麼國家我都不是很記得了，好像不知道英國還是美國的，好像是我不是很記得，你有沒有看過？是啊，是那個最噁心的那套片啊，是啊，你說得對啊。那啊於是那個導演就被人拉了啊，他就這樣說，你怎麼看？為什麼只拉個導演呢？我都不是很明白啊。出錢通常那些導演都是打工而已，是吧？應該出錢那個什麼出品人都應該負責，說真的啊。咁如果导演有罪，演员有冇罪？讲真吓，佢都咁可能系佢哋有嗰、那个吓、啊、个演员啊，系咯，导演叫佢拍，可能演员叫佢拍都未定，系嘛？调翻转。点知咧？系嘛？呢啲嘢系嘛？系嘛？佢都唔知佢嗰个系点样查证。所以呢个一单新闻啱啱咪醒起有关呢、這个吓、啊，好嚟啦，俾落去，好咯，传落中间，呢啲唔紧要，有大叔，我识啊，几个夹埋嚟，哎呀，大叔都拼命啦，帮你捞翻个波，呢啲可惜啊，冇办法咧，一嘢补翻一脚，抽落去，好咁啊，下一单咧有趣新闻啦，我哋再嚟，好啊，好啊咧，
有个吓荷兰咧，佢有咧有一对咧最老嘅孖女嘅名妓，佢嘅感觉。佢咧个有个荷兰咧嘅妓女咧，就系嗰啲孖生姊妹好可乐俾落去，咦？点啊？系但系想入涉啊？请听到。咁啊，呢个咧呢对吓孖女嘅妓女咧，就已经系去到五十岁啦，都系敬业熬业，咁啊孜孜不倦咧，咁啊喺度咧服务咧。啊！啲有需要嘅人，咁啊，佢就话咧，荷兰咧业内咧最年长嘅孖女，佢话咧江湖咧地位咧好重嘅，啊，好，睇下先啊，吸过嚟，有冇机会阿萧再吸，俾落去，呢啲射得个靓波啊，呢啲冇问题啊，吓，罗兰，我玩，咁啊，咁啊嗰个。呢、这个唔系我讲啊，吓咁啊，跟住咧啊，呢个孖妹咧就孜孜不倦咁服务啲嗰啲有需要嘅嗰啲顾客啦。咁咧佢话最近咧就开始年老啦，佢觉得咧开始顶唔顺啦，吓咁啊宣布咧引退，咁咧就离开咧佢系人类最古老嘅行业之一啊！你知唔知啊？呢、这个即系呢个做妓女咧呢个职业咧，古龙嘅小说成日都喺度讲啊，嚟啦嚟啦，阿叔。睇睇点啊！借我入啦啩，终于入啦，轻轻松松十四分钟，无语问苍天啊！你睇好靓，一夜照 band 硬 band 呢个近处照入。咁啊，一古龙嘅小说就讲人类咧最两大咧嗰个古老嘅职业咧吓、啊，第一个就系呢个嫖妓，即系咩卖淫啦。佢话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古老。第二个你知唔知佢系咩啊？你估唔到？哇！仲可以话咩关我咩事？我入波唔系关我事，个球自己飘入去，硬到时球自己飘入去摸，啊黐线咁样污人家清白，有人答到啦，好嚟啦，好啦，想再扭过去，可惜啊射唔入，啱啦，就系、是、做杀手啊！佢话咧即系喺度怼冧友咧，佢就系话呢个就系两大咧人类最古老嘅职业之一。嗱，我都未查过点解，点解杀手系？啊！因為我斷估原始人嘅時候就殺嗰啲打獵啊，嗰啲點都揾嘢食啊，緊要啲啊，係嘛？即係斷估都唔會話殺人係最古老嘅職業之一。好嚟啦，好啊，應該係獵人喎，點解唔係咧？啊，有冇兄弟可解惑？嚟啦，阿叔再射。好，跟住咧，咁啊，繼續講先。咁啊，點解呢兩個咧啊開始退休啦？咁啊，佢话为咗生计咧，呢两个孖妹嘅妓女咧，佢年幼嘅时候咧，就廿岁、二十岁咧就开始咧卖淫啊！哇，好啦，顶落去，顶得靓啊！可惜啊，俾人啊守住近处啊护空门。咁啊，开始咧就开始做啦。咁啊，佢哋咧经常性咧，佢呢两个孖妹咧啊，就经常性咧着住啲野艳嘅红嗰啲红色噶啦，嗰啲啊性感内衣咧喺度开工。咁啊，好快咧成为阿姆斯特丹嘅名妓。半个世纪以来，你估下佢服务咗几多个客人啊？估都估唔到啊！35.5万个印客咧就帮衬过，佢系咁讲，真系慈善嘅。谂下先，如果佢系做咗，佢话佢而家系五十岁啦，咁二十岁开始，咁就吓、啊、就接咗即系做咗30年，就接咗35.5万啊！我想知佢平均一年系接几多客，有冇可以即刻计到啊？岁数神算，各位，可唔可以帮达叔计计数？叫我嚟，好，咁啊顶落去，小心啊！阿萧，俾落去，13000几个啊！一年有咁多，真系黐线喎！咁即系佢一日系。做多宗生意都幾辛苦，難怪佢話佢咧點解退休咧？佢有講嘅，佢就咧話自己咧，佢話咩嗰啲腰骨啊之如此類咧，佢話好辛苦。佢話咩啊啲關節咧已經唔靈活啦啊，有某啲姿勢嘅時候咧，佢話好痛苦。佢係咁講咁，所以咧同埋咧，佢話而家年老啊色衰，佢話好難咧吸引到入幕之賓啊。佢話縱管咧有啲忠實嘅擁趸咧，至今咧每週找他玩啊。玩嗰、那個玩啲特別嘅特殊癖好嘅、啊、活動，對佢嚟講咧就好似咧佢咩周日上教堂一樣，每個禮拜都要揾佢啊！佢咧依依不捨地咁講，咁啊始終咧都要引累咧退休啊！你點睇？
我好驚你哋會咁樣，因為你成日去咩咩，我成日睇你哋嗰啲嚇，嗰啲你最中意高登，最中意最常出嗰啲 post 嗰啲咩邊度咩去邊度玩啊，咩失蹤啊，乜鬼嘢，最中意講呢啲咁嘅嘢，好驚你有一日都係咁啊，要成為咩嚇、啊？每個星期都一定要去啊上癮沉船。最興嘅，你最中意睇嗰啲咩沉船股啊，乜鬼嘢？好，大叔吸過嚟，俾落去可樂，有冇機會推翻大位士？可惜啊，俾人啊攔到啦，啊 ！Jimmy 生日，生日快樂！一日開工16小時，一個鐘要接兩個客，哇！有人計咗條數出嚟，黐線喎！哇，咁真係幾辛苦啊！講真，啊，唔知嗰、那個啊荷蘭嗰、那個。咁樣咁辛苦嘅咩？我以為一日最多諗下先。咁樣係黐線喎！你兩個鐘一個鐘要接兩個客，跟住佢一日就做幾個鐘啊？啊！你啱啱計數係都死啦，大佬！哇！走埋嚟，呢啲頂啊！哇！對面個籠真係幾勁喎！啊！仲未計咩啊？人哋啊，哦係喎，佢哋哇係喎，我想知佢哋係兩個，佢哋規定係兩個一齊做定係點樣啊？如果係嘅話，咁就可能嗰個問題就冇咁辛苦啊。好，咁啊，繼續啊，分享啊。咁啊，今日咧有好多兄弟咧，唔知點解最近啊發好多呢啲啊變態新聞俾我啊。咁咧佢話咧日本仔咧，佢話咩？佢話佢。P.M. 我嗰位兄弟咧 ，P.M. 我嘅時候係點講咧？佢話日本仔又整咗隻變態 game， 大叔點睇？咁啊，呢隻 game 咧就咁嘅，即 game 咧佢就係有一個遊戲咧就係咁嘅。佢話有個你嘅熒光幕啦，係一部手提遊戲機玩嘅。咁熒光幕咧就會有位啊有位卡通嘅女性喺度。咁咧你玩嘅時候，嗰個玩法係點咧？咁啊，佢一開頭就著住件校服嗰啲短裙仔啊咁樣啦，迷你裙、短裙仔嚇咁樣，跟住咧要點玩咧遊戲？咁啊，你就要喺度搖嗰部機，好似你玩數碼暴龍喺度搖。咁啊搖嘅時候咧，咁佢身體咧某啲部分咧太大嚿啦啊！咁啊搖嘅時候咧，佢跟住咧你晃動，佢跟住晃動。咁如果你再揈勁啲咧，啲衫咧就會俾你揈甩埋咁啊，諸如此類啦。咁啊，繼續咁樣玩落去，即係遊戲又好簡單啫，就係咁玩落去。咁咧，跟住咧，啲人咧，跟住佢就講咧，咁咧呢單新聞嚟講咧，佢好專業嘅呢個遊戲嗰個開發商，個主嗰個啊總指揮官啊，嗰個叫監督啊嘛，日本仔啊叫個監督咧點做咧佢啊佢咧就係真係佢揾咗真人，哎呀有機會啦，哎呀可惜啊！咁佢又揾咗真人，佢真係對住嘅，佢又喺度跟住咧，佢又揾個嚇，揾個少女啦，啊，又係嗰啲某啲地方啊特別大咁啊，跟住咧又著住啲校服啊，乜鬼啲短衫啊、短裙仔，咁咧佢就跟住喺度熬，喺度做測試，佢同記者講：你睇下我嘅速率咧就同佢一模一樣噶，佢咁講，跟住喺度做，跟住佢話呢個咧就係我哋咧，佢話呢個唔係一個遊戲，唔係單係咧，佢話咩嗰啲為咗嚇得到快樂或者咩慾望滿足，佢係一個 research， 佢戴住眼鏡咁啊，好認真咁喺度講，佢對住劇啊嗰、那個記者講 ，this is a research 嘅感覺，哇小心啊，可惜啊都係俾人啊，蘇亞雷斯啊，哇幫拜仁喎、啊、呢、這個蘇亞雷斯56分鐘，你即刻上畫，我見到你即刻打咩拎咩 sit 嘅啲黐線。啊！我只系讲俾你听，日本人就系对咧呢、這个可以反映到我讲呢单新闻咧，唔系个重点，唔系要你留意呢个游戏。大叔咧系希望咧你可以留意下个呢、這个通识嘅教学，呢、這个系日本嘅民族性。日本咧就系、是、做事一定咧就一丝不苟嘅，对啲嘢咧一定要啊好认真。仔细啊，每个步骤好似嗰啲咩行礼啊、鞠躬啊，佢哋嗰啲有啲仪礼班嗰啲噶嘛。系嘛？嗰啲大米啊，乜鬼嘢啊，嗰啲都要嗰啲好咗啲 QC 咧，做得好好吓、啊，一定唔中意乱咁做啲唔好嘅嘢吓，啲劣质货，佢系唔容许啲出街，系、啊、嘛？啊，咁啊，所以咧，你呢个单凭咧喺游戏咧吓，都可以反映到呢样嘢，明唔明？我系想你个，我系想用呢单新闻咧作为一个通识嘅例子，讲俾你听，点样攞呢啲吓通识科嘅时候咧，点样攞啲新闻咧例子咧？作答問題並不是希望你們將個事